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小当家。一二三四五麦，我是丽丽，我是娜娜。你决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吗？的话，每天5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好久不见了，曼娜。好久不见。曼娜来台湾的时候啊，好像原本有一点不喜欢某个东西，可到现在的话很喜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肉松。那现在的话，你会吃吗？对不对？超级喜欢。最近啊，有一个新的商品出现了，是什么呢？肉松甜甜圈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调查看看新产品的肉松甜甜圈。然后这家店啊，就是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的 Krispy Kreme Donuts。对，哇，喜欢！它那个原味甜甜圈就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它就是那个东西上面加肉松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个呢也是日本人最爱的品牌新东阳，加它的新东阳肉松在甜甜圈上面。我们就请我们的暴食女王来吃吃看喽。好啊。出发！啊，其实已经到了，我们看到。对啊。想要问一下店员关于这两个新商品，请问一下哦，现在推出的那个肉松甜甜圈跟这个肉干甜甜圈，它的销量算是好吗？真的哦。每天都会卖完。姐姐，你本身自己有没有吃过？有，我觉得还蛮好吃，而且它那个肉松很像是台式的那种肉松面包，结合国外的口感。哦，很特别的冲突感。很特别的冲突感。那其他那个肉干呢？因为它是有加起司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等下其实味道还好，没有很明显，主要是那个肉干的香气，口感不一样。哇，所以有文化冲击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嗯。那请问一下，姐姐，你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哪一个呢？我喜欢肉松。肉松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有点吓到。嗯，我也吓到。那我们赶快一起吃吃看。我们现在已经买了两款肉松跟肉干了。哎，我还蛮意外的，刚刚店友跟我们说，其实还蛮热销的。我们妈妈暴食女王可是很严格的。对啊。那我们先要不要先一起试试看那个肉松甜甜圈？好啊。哇，满满的肉松，非常冲击的一个景象。但是看起来肉松面包的感觉，可是因为你看它的甜甜圈本身又有一层糖衣，所以感觉其实很甜吧。呀，我也觉得。妈妈先吃吃看吧。好，谢谢，大家听吗？哇，嗯，哎，超级美，咸味跟甜味，真的，那不一家子的感觉，那不一家子，甜度跟咸度刚刚好，真的，因为那个这个是真的甜，所以有的人可能不喜欢那个味，但是对我来说超级喜欢的。好，那我来试试看，いただきます。真的好吃哎，超好吃，吓死了！其实我印象中它的肉松可能会是比较偏甜的，可是它在这边的话，它的肉松表现会比较咸一点，甜的话全部都是它的美乃滋，然后还有那个那层糖衣。它是用原味甜甜圈上面去加肉松嘛，然后因为原味甜甜圈本身就是算是蛮甜的，好酷哦！我也是，好酷哦！可是是真的好吃的，我想再吃一口，哈。可以呀。嗯，我以为会很甜很甜，可是其实没有，它的肉松反而是可以，因为肉松会在嘴巴里散开嘛，最后那个甜味感，收掉。哎，好意外的味道，我天哪！肉松的口感超喜欢，对，它没有一块一块结块，它就是全部都是非常松软的肉松，这有吓到我，我也吓到。但是这个是限定的奖品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可惜。它好像这个是到11月18号而已。好可惜，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名。没有，我们还有其他的，还有其他的，我们还有其他的，对对对。然后这一个的话是50块钱。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，我以为50块是蛮贵的。嗯，但是吃了之后，我真的可以再吃一个。对，然后它其实这一次跟新东阳联名的还有另外一款是起司肉干，有点怪怪的感觉，因为全甜甜跟起司还有肉干，口感又是不一样的东西。
我一定要还要讲，还有一个是它的商品图很漂亮，就实际卷长那个。很漂亮，很漂亮的交叉，然后实际这种蓬蓬，慢慢来吧，试试看。好，你看，它慢慢的肉干的感觉。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那个肉松的话，肉松跟卷卷甜很 collaboration 的感觉，但是这个的话没有混在一起的感觉。肉干的味，肉干的呢？肉干的味道比较重，所以有点可惜的感觉，干嘛？来点点吃吃看。就是看妈的脸就知道了，她应该不太喜欢这个，她讲得非常委婉。她的那个基底的话也是用那个一般的原味甜甜圈，然后加一层的起司，然后还有看起来是乱撒一些肉干。嗯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我觉得有个那个味道，有一种三明治是有火腿跟起司，很像很像。刚刚肉松的话是咸味很足够，咸甜都很足够，可是这个的话是甜味太重，然后它的肉干也是本身就是蛮甜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有甜上再加甜。我刚吃那一口，我现在嘴巴还是有点腻腻的感觉。我想分开吃。对，这个的话就是吃的出来真的是东西都是分开的感觉，没有像刚刚那个肉松呢是有一体的感觉。我比较推肉松。但是哦，很好奇别的台湾人喜欢的味道，可能也对，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吃的东西也比较像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知道那个阿塞姜更自己喜欢的味道，但是我想知道别的台湾人的感想。哦，那我们要去问问看我们的巴蒂桑。好啊。哎。耶。然后我们刚好遇到宇哥，真的是从上面走下来的，你有空吗？啊有 ，OK。我们今天去试吃 Crispy 的新品，它这是期间限定，跟新东洋一起联名的啊。然后这个是肉松口味的甜甜圈，肉松口味的甜甜圈，这个是肉干口味的甜甜圈。让我先离开，好，那我先吃肉松好了。我小时候蛮喜欢吃肉松的。啊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它肉松的味道没有那么重，它甜甜圈太甜了，都把肉松的味盖过。可是你又会吃到肉松的口感，你会觉得很奇怪。哦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肉松我觉得没有那么甜，跟我们意见两个完全相反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们觉得 OK？ 我觉得超好吃。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接下来肉干嘛，它是起司吗？对，下面有一条起司，然后上面是肉干。我觉得肉干蛮不错的。哦，你们觉得？我觉得肉干本身味道就很重，嗯，然后甜甜圈味道也很重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搭起来其实还蛮完美的。哇，我会再吃一个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嗯，还蛮好吃的。原来起司味没有什么味道。对对，起司就是真的是最后一点点 BQ 的感觉。嗯，蛮喜欢的，肉干好吃，全部给你。好，可以。所以其实，在台湾人中也是有，真的是喜好上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可能个人真的比较特别一点。没有，我们现在是吃，除了我们以外，其实是第一个吃到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刚好跟完全相反。嗯。哦，谢谢，二哥那个三阿三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我们再问问看其他台湾人，今天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到？这个是肉松甜甜圈，这个是肉干甜甜圈。我以为是你们自己做的。真的是有卖的。OK， 我来试一个。有肉松的味道吗？这甜甜圈，但没有肉松的味道。你再吃一个。我刚刚那已经有很多啦。有吗？但是是可以吃的，好吃的，稍微咸一点点的 donuts。你喜欢的口味吗？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版的。原版就是，因为它的那个甜度太甜了。另外一个，这个是肉干。马上被玩坏。嗯，这肉干就很重了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这个。它肉干味有跑出来，嗯，一咬就出来，小当家。你没有吃到肉松的味道吗？很蛮重的，就是咸咸的。我嘴巴有问题。没有，其实刚刚我们有问宇哥跟你一样。哦。好，谢谢德德，谢谢。
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找到两位巴蒂莎，这是那个 crispy 的新商品。哦，这一定没错，这不是我自己做的。这个我有点相信哎，因为这怎么自己粘上去啊？没有，他就直接把肉松跟海苔先放在上面就好了。可是它没有掉下来，你看它糖量，它好像涂一层。真的再确认是不是你自己做的？不是，真的不是。好吃哦。我把它放到旁边。这个就是你一起把肉松面包跟甜甜圈放进嘴巴吃，就会得到这个东西，好像没有融合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这蛮搭的，这个是起家。好，因为我要吃这个吧。对啊，因为咸甜的，这个可能比较。再咬一口哈。对。肉干有点硬，吃不到起司哎。可是我觉得蛮搭的。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？可是我真的比起来的话，如果他讲他是肉松面包，我可以选这个。我也是从这个。哦。台湾人可能比较可以接受，可是这个的话就是你硬是要把起司跟肉干放在一起。第一名这个。我开心了，这有比赛吗？没有，其实我跟妈妈都觉得这个最好吃。可我们刚刚问宇哥、问德德，他们都选这个。哦，男生的口味跟女生的口味，我觉得这比较好了。再讲一次，不是你自己做的，这不是。自己不是业配，没关系，尽量这样。对，青菜萝卜各有所好。好像是来抓一下。结束了。原来其实大家口味真的不太一样，因为像其实我自己觉得那个肉松甜甜圈，它的层次感我自己是蛮喜欢的。我也是，就是一开始有融合在一起，然后最后会有那个层次感，然后那个甜甜的双柚，那个甜甜的美乃滋配咸咸的肉松，我不能接受。为什么？所以我觉得女生比较喜欢那个肉松的甜甜圈。哦，男生的话可以推荐试试看肉干甜甜圈。原来如此哇！因为这个甜甜圈它是限定到11月18号而已，大家赶快去买看肉松的，我们一定有人跟我们意见一样，对不对？推荐。对于这两个新商品，我们还是给它点评价好了。好啊，那我们的肉松甜甜圈，我们给它评价是4颗星。但是这个是对我们来说10颗星。那另外一个是起司肉干甜甜圈的话，我们给它评价是1.5。我想知道大家心中这两个评价是多少？求温暖，求抱抱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别忘记我们5麦美食频道，每天5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哈，拜拜。定我跑步。谢谢主神仙，享受。